Good morning, Headmaster, Mrs. D, colleagues and boys. I am Mr. Yeung, and I teach mathematics in senior forms. Okay, today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a very heavy topic, which is as heavy as I am. That is the suffering of man. Okay, how can I share that within 10 minutes, or will I share it till recess? Okay, two remedies. One, I will limit my scope of sharing. That is, by the word man, I don't mean all human beings in general, but rather taking the narrow sense of all male human beings. That means, you boys, I'm now going to tell you your future suffering. Two, I will switch to Cantonese, as I'm going to use some Chinese sayings, which is more condensed in conveying the ideas. Okay, sorry or lucky to those boys who don't know Cantonese. At least you have no need to know your future suffering that early. Okay, 什麼叫男人之苦呢? 聽說呢, 10個男人9個痔瘡。 咁男人之苦係咪講痔瘡呢? 嗱，講清楚，痔瘡咧痛啫，就唔係苦。 嗱，除非你係嗰一類，嗰類我哋稱為玻璃男孩嘅，未痛就苦，未殘就廢嗰啲人。咁啊，所以唔講呢只。咁於是有人問啊，係咪呢一隻咧？啊，此語咧比較粗鄙，所以不便喺度直言，但係你係明白嘅。咁啊，咁樣講啦嚇，喺你人生嘅路上。 如果你能夠揾到個稱心滿意、情投意合嘅終身伴侶嘅話咧，喺呢個尋找過程裏邊，被非十幾廿次咧，這是常識吧，係咪？<笑>所以咧，我指嘅男人之苦咧，就唔係指呢個，我指嘅男人之苦咧，比呢個更凄慘嘅，就係呢個一生兒女債，半世老婆勞，你聽落呢個慘。好啦。 我先講後半句先。我先講後半句，半世老婆勞。Here I have to explain the English term I use. The word quail I use here is a jargon among our staff to describe a very good husband obeying his wife anytime, anywhere, and anyhow. OK， 解釋完個英，等啲唔知中文同嘅人可以知道下。 咩叫老婆勞之外咧，咁我繼續講落去啦。呢、這個半世老婆勞咧，而家同你講得多餘嘅，因為你而家咧青春求偶期咧，你荷爾蒙分泌就係太勁，<笑>所以咧，當啲女神一精兵嘅時候咧，你就俾我講埋啦嚇。嗱，我而家震緊嘅，所以大家靜一啲。嗱，當個情況出現嘅時候，你可能撲到去。 你一知道有啲人咧，俾女友跪地狂打十幾巴咧，都面不改容噶嘛。甚至咧，上兩個禮拜有人咧個女朋友唔肯收佢個國產 iPhone 6 啫嘛，咁佢都要生要死，最後死咗。<笑>好啦，呢個老婆佬咧，所以冇得好都講都無謂。你可能唔覺得呢個係苦嘅，你覺得做半世老婆佬簡直係祝福嚟嘅。咁所以我只能夠講少少。我結婚頭嗰幾日咧，感覺似咩咧？似入咗個 leadership training camp。 咩意思呢？嗰兩日就好想快啲出 camp， 但可惜咧，呢個係終身嘅訓練營，到而家咧訓練咗廿幾年。啊，好啦，不過咧，我講多少少咧，就係到有一日，如果你好想離開呢個老婆奴訓練營咧，你可過嚟揾我傾下偈。到時咧，我就會拍下你膊頭，就同你講：，唉，難得有人肯嫁你，又緊張你，又專心對你好，你咪執到咯。 你好簡單啫，你只要咧，你都專心一心一意咁對佢好，咁你日子咧就會好過噶啦。而且你人生過得好快嘅，眨眨眼好似咁，就廿幾年，再眨眨眼你就同上帝面對面噶啦。好啦，而家咧講講咧呢個一生兒女債。嗱，呢個兒女債咧就唔係講緊咧賺錢養家咁簡單，更加唔係講咧。 要為兒女籌算前途，好似你阿爸阿媽做緊嗰啲嘢。
其實更當你還這個兒女債呢，更痛苦的事呢，就是你無論在感官、心理、情緒、智力，你都出現了好像中了喪屍病毒那種的異變。聽不明白嗎？我首先介紹一下這個感官上的異變先。你呢，當你做老豆還這個兒女債的時候呢，你會開始喜歡看些便便，甚至呢去到一個迷戀的地步，硬是覺得自己的兒子弄出來的便便漂過人家的兒子屙出來的那些。不信呢，你當然不信，不信你回去問一下你爸媽，他們是不是當時湊你的時候會這麼變態。有一次我背我女兒回家的時候，她那次就生產一件超大號的出來，甚至有些還是暖暖的餡料跌在外袍那裡。當時我都二話不說，將那些剩餘的餡料就用手一刮刮走，就扔落馬桶，跟住咧就攞件外袍就自己用手洗啦嚇，冇理由落洗衣機洗啦。好啦，大家可能覺得好笑好核突，不過咧呢種經驗其實你俾你父母品嚐過唔少噶啦，而且同學呢個係你嘅未來，將來輪到你噶啦。啊，第二樣嘅異變咧就係你心理出現異常。你會有少少自我毀滅的傾向。其實你問所有父母呢都有這個經驗的，當你病的時候呢，你父母真的真心寧願病轉在自己身上，都不想見到你病的。記得有一次呢，我跟個唔記得仔定女啦，在廳度玩足球，他一腳一踢，踢爛了地櫃的玻璃門。於是呢，因為小孩子通常赤腳在家走來走去，很危險，所以呢撿曬玻璃掃了玻璃碎。比較危險的就是那些掃不走的玻璃碎，那怎麼做呢？我多謝大家 提意見，我就拿一些膠紙在幾個廳裡逐寸黏走玻璃碎。但是呢，這個不是最危險的東西，最危險的就是小到你看不到，好像毛一樣那麼小的玻璃碎攝在地板的罅隙，那些你刺了腳你都不知道要在哪裡 找它出來。那你於是那怎麼做呢？很簡單啫，剝我當時剝咗你拖鞋，剝咗啲襪，然後咧只腳赤腳咧喺個廳嘅地板度咧，視為捽，咁啊做呢個人肉掃雷器。我記得呢樣嘢我做過兩次到啦嚇，第二次咧就痛咗三四日，唔知刉咗啲咩落去。好啦，呢種自我毀滅嘅傾向咧，做阿媽都不能幸免嘅。我記得我大女咧細個時咧肺炎入院啊，就住了七日，結果太太咧就七日24小時喺醫院陪住佢。咁瞓邊度啊？你見醫院咧側邊咪有張膠凳嚟探病俾人坐嘅，就坐喺嗰度，趴喺個牀欄度，就係咁樣過一晚嘅啦，七日七夜。咁啊，跟住咧到七日之後咧，個女好翻咧，輪到個仔又肺炎，結果咧交換人質嚇，咁個仔入去，咁啊太太咧就喺醫院度咧就14日14夜。24小時，咁啊照佢哋。好啦，咁啊到到仔女大啦，佢哋咧就有時激到阿媽發癲，係咪鬧到佢哋死？但係咧個媽從來都唔會提話，你記唔記得當年我為你七日七夜喺醫院度照顧你咁辛苦啊，瞓都冇得瞓喎。個媽從來冇提嗰件事，知唔知點解唔提啊？因為唔記得咗咯。你啲喪屍係唔會有記憶力嘅，係咪？咁啊，所以做咗父母之後咧，嗰啲痛苦嘢咧會自動自覺去做，做完之後會自動自覺忘記咗。好啦，第三樣咧，當你還兒女債嘅時候咧，你第三樣異變咧，就係你喺智力同埋情緒上咧出現咗異常。好啦，我問同學，你有冇覺得咧，你父母咧硬係蠢蠢地又帶啲蠻不講理嘅咧？你不需要舉手，因為無謂洩漏你家是最高機密。不過呢，如果你覺得父母蠢蠢地，有兩個可能。一，可能是你蠢，你不識貨，所以你覺得父母蠢。記得我女兒中四的時候，她數學科不識，她就不會問這個身為數學老師的我，而問班裡面最厲害的同學。我心想，連有些教你的老師都是我教出來的，你覺得中四最厲害的同學有多厲害呢？好了，
多謝大家。你比我女兒更加聰明。好啦，另一個你覺得父母蠢蠢地嘅原因咧，係因為你父母真係蠢蠢地。其實呢個你都唔陌生嘅。如果有一日你都有呢個經驗，如果有一日你心儀已久嘅女神走你面前同你 say hi， 你都可能變得咧唔知點應對，只能夠講聲嘻嘻咁樣。咁啊，已經呆咗喺度。個女神可能誤會咗你個傾向啦嚇。好啦，點解你會反應咁渣咧？哦，好簡單，因為你緊張對方嘛。所以當輪到你做父親，到你還啲兒女債嘅時候，你真係會變蠢咗嘅。甚至咧，你會變得感情非常之脆弱，成為一個容易受傷的男人。點解？因為到時你會緊張你的兒女嘛。好啦，我攞翻追女仔作為例啦嚇。嗱，如果你中意一個女仔，佢嘅一颦一笑咧，都會令到你神魂顛倒、意念情迷，係咪？啊，我知道你側邊同學有人係咁嘅經驗，大家唔使笑啦。好啦，對方咧向你笑一笑咧，可能要你令到成日都好 high 嘅，但係其實可能佢向住你隔離嗰個笑嘅，你唔知啫。例如對方可能向你表現少少冷漠，你可能有些忐忑不安，情緒低落。其實當你做父母的時候，父母對子女的心是這麼上下。記得我上年我仔考文憑試的時候，見到他只是掛著打機，對公開試又毫不緊張，最緊張的就是做父母那個，坐立不安，心水不寧。於是我就去勸他，勸就打個引號，即是語氣比較重一點，聲比較大一點，用詞比較強硬一點的勸。咁你知道咧，呢種勸法咧，你哋都知一定會係一言九鼎，係咪？講一句頂翻九句翻嚟。咁啊，當時覺得好傷啊，腦海裏邊有三個行動咧想做：第一，打佢；第二，拋佢出門口。呢兩個行動咧，即時已經俾我腦海裏邊咧否決咗，因為我一定唔夠佢打，佢大隻過我。咁啊，拖都拖唔到走，因為佢企喺度之後，我根本掹唔喐佢。第三，我走咯。我離家出走咪得咯，不過咧又唔捨得屋企，又唔捨得啲仔女，咁啊點做咧？咁無奈，當時我做咗個動作，我自己控制唔到啊，衝咗入廁所度痛哭。點樣痛哭咧？我係嗱，我一間會解釋少少，我好少喊，亦都好少會出聲喊。嗰次咧喊到咧好似豬叫咁啊！嗱，你都覺得好笑，我第一次聽到自己咁樣喊法，一方面覺得好難頂啦嚇，另一方面覺得好過癮。即係原來咧，自己係可以咧控制唔到喊到豬叫咁聲。你話 Sir 可唔可以而家做一次示範一下咧？你而家真係刻意做，我都喊唔翻嗰啲聲出嚟。有一句説話：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男仔唔流淚咧，係因為未有人傷得你夠啫。當你有你緊張嘅人，你就可以傷到呢個程度嘅。你而家梗係唔信啦嚇！到你第時做有守呢個男人之苦嘅時候，你就知啦。好啦，唔知道同學咧有冇咩疑問？應該有嘅係咪？幫我代你問啦嚇。OK， 阿楊 Sir， 我覺得咧，你好似犯咗一個邏輯嘅錯誤，就係做咗個非必然嘅假設。係、有咁嘅事？係嗱，你假設咗我哋咧必然會結婚。又假設咗我哋咧必然會生仔，係喎，你又可能冇人要，有人要都未必有得生。啊，連呢個邏輯謬誤、非必然假設都識，教你數學嗰位老師一定係非常之出色嘅，唔知邊個教嘅咧？哦，咪拔萃楊 Sir 啦嘛。啊，唔怪之得啦。作死啊！sorry 啊，頭先有把阿李太把聲你聽唔到。作死啊 ！OK， 嗱，其實咧，頭先我講嘅男人之苦咧，真係唔係講你哋嚇？點解唔係講你哋啊？你唔係男人咩？你真係唔係男人喎？啊、你就是男仔嘛，你不嬲叫自己拔萃仔啊，有邊個叫自己拔萃佬啊？
咁唔係講你哋講邊個啊？講緊你阿爸，順便搭單講埋你阿媽。頭先所講嘅男人之苦咧，你受唔受都有冇機會受咧，就係未知之數。不過你而家就十幾歲喺呢度咧，你個阿爸、你阿媽咧，肯定為你守咗十幾年。問題為乜？誒、哎，好簡單啫，想我有成就，將來威威光宗耀祖嘛，所以逼我讀書咗好勁，等佢可以攞威。第二個可能，梗係養兒防老啦。等我讀書好啲，養我有成就高啲，咁我將來咧可以養翻佢嘛。我話俾大家聽，你父母都可能咁樣噏出嚟，自己以為係自己咁樣諗。但我話俾你聽，多數唔係。我細路仔嘅時候咧，屋企咧有個鄰居，佢十幾年前咧生咗一個仔咧，有一種病叫黏多糖儲積病，或者簡單叫黏多糖症啦嚇。咁呢種病咧，令到個仔咧有三個特徵。第一，佢生得唔高。而家呢個影緊相個仔咧係18歲，佢係3尺高啫。第二咧，佢智力唔高，佢係末代會考生。咁考完會考咧，個成績都係即係喺啲好平、好普通嘅。第三咧，佢條命唔會長，估計個上限20歲到。咁啊，呢個係18歲影嘅啦。呢本書出嘅時候。如果生兒育女就係為咗要佢成就、要養父母嘅話咧，這個老豆就應該唔愛呢個仔，不過佢仍然努力撫養佢。但係我哋都聽過有啲父母咧，因為個仔弱智，所以佢就離家出走，拋妻棄子，逃跑咗。但係聽到呢個案嘅人咧，都會覺得有冇搞錯咁樣？如果養兒育女係父母養你，真係為咗回報嘅話咧，佢走個腦係最正常。但係大家正常人都覺得咁走個腦好似有啲唔妥，因為我哋心底裏邊咧都係覺得咧，父母養兒育女唔係淨係為唔係為咗呢啲嘢嘅，仲有啲嘢嘅。好啦，為咗乜嘢咧？我舉個例，我教會團契咧有個媽咪嘅團友咧，有一次咧佢整損咗手指，即係傷口度噴血嗱，呢個形容詞啊，佢話傷口噴血。咁咧佢個仔見到之後咧，即刻走嚟咧就話：阿媽，我幫你咧用撳住個傷口，咁用手。幫佢撳住手指嘅傷口，咁呢個咧不嬲性格好強嘅阿媽咪咧，翻到嚟之後咧3、4次同我講啊，佢話覺得好 sweet 啊，唔係流血覺得好 sweet 啊，佢唔係啲吸血殭屍。咁但係點解咧？止血我都如果遇到你流血，我都會係咁幫你止喎，你唔會覺得 sweet 嘅喎，因為裏邊咧有一樣嘢，嗰樣嘢咧叫親情，父母咧。其實要的就是這件事，他是要你對他的重視，上帝都知道，所以聖經裡面有這樣的說話，他說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大應許的戒命，英文說得比較清楚一點，他說你要 honor 你的父母，他說這是第一個十戒裡面第一條關於人的命令，也是第一條你做了神會祝福你的命令。啊！這個好像很抽象。現在我做了這麼久父親呢，我告訴你，其實你想實踐這件事呢，應該怎麼做？你只要呢做到兩件事，就是有任何事情呢，你跟父母呢有商有量，有什麼事不妥呢，你跟父母有傾有講。如果你能夠做到這樣呢，你不要理什麼成不成績啊，成不成就，你父母呢都會很樂意跟你一起捱過所有你最差的情況，而且仲係覺得好 sweet 添。好啦，喺屋企食飯嘅時候咧，我會努力去禁止兒女用手機嘅，因為咧好珍惜呢對咧呢段同兒女相處日子。點解？因為我知道呢日子咧係越嚟越罕有。因為現實中實質咧呢日子係同兒女相處日子係倒數緊嘅。一則咧佢哋長大啦，有國望；二則咧你就唔好睇我個樣咧，即係咁俊俏咁後生。其實咧係啲脂肪咧塞住咗啲皺紋咧，所以你唔覺嘅啫。其實我年紀咧已經一早咧已經入咗五嘅啦，即係過50歲，好已經其實咧好快已經登緊六嘅啦。咁啊，仲有幾耐咧？一隻手數曬，所以低班同學有機會見到我退休嘅日子。咁啊，所以隨時咧一個大病或者一個唔大唔小嘅病咧，你可能已經冇乜心神咧同子女溝通。更加唔好話等到佢覺得你父母啊，你父母真係好啦，我想同你溝通。可能嗰啲日子咧，你已經唔知
有冇能力同佢溝通？換一句話嚟講咧，各位同學，你父母同你相處日子咧，都係倒數緊嘅。記得我父親死嘅時候咧，我冇喊過。我頭先講啦，我基本上唔會點喊嘅人嚟嘅。最多就少少眼泛淚光，聲音少少變咁樣，已經係最盡嘅啦。我父親死嘅時候咧，基本上我冇乜感覺，因為我哋個時代嘅父母咧，其實唔係幾同仔女傾偈。咁啊，好啦，到我而家我還呢個兒女債嘅時候咧。同埋咧，了解到咧，當時父母養我哋咧，六七十年代咧，生活好艱苦嘅。咁啊，一個月係$50人工養我哋一家八個仔。基本上咧，我哋生活咧都可以叫做唔需要憂柴憂米咁樣。咁你就明白啊，原來你後生細仔嘅時候咧，係有個人好曾經好努力咁樣啊，少少嗱聲音變呢啲就係我表達激情咧最盡噶啦。好啦。你會感覺到咧，知道原來你曾經你好細個時候有個人咧，搏曬命咁咧去努力去為你付出，先令到你生活咧比較 OK 啲。咁啊，當我了解咗呢個父母嘅情父親嘅情懷嘅時候咧，就可能已經比較遲啦。所以有一首歌叫《空凳》咧，就表達咗呢種嘅遺憾。嗰度講話：從前冷説半句我愛他，過去我以我最是要緊，今日咧想叫愛佢咧，得揾張空凳。好啦，所以同學，希望你對早啲了解父母嘅情懷，以免咧為自己留低啲無奈，同埋好似呢首詩所講嘅遺憾。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好啦，有一節聖經咧，可以幫大家了解下呢個父母嘅情懷嘅。呢個咁講嘅，佢話：神咧施行拯救，大有能力嘅主喺你中間咧，因你歡呼喜樂，默然愛你，而且咧。因你喜樂而歡呼，這個講緊神對人的愛，但是呢其實跟講父親對兒女的愛呢其實一模一樣。當你做父親的時候呢，你不單是會即幫照顧你仔女，而且你會自自然然地很默默耕耘地去為兒女著想，而且你會為他們呢，好像這裡所講，為他們開心到飛起，他們說開心到唱歌，但係當然啦，你都為佢哋傷心到趴落地。咁啊，好想同大家分享一首歌。咁唔係我唱，呢首歌係上年咧中央電視台春節晚會嘅一首歌。咁啊，呢首歌咧就幾表達到咧父母對仔女嘅情懷。咁啊，我諗你越嚟越多日子咧，可能同父母之間有啲困嘅日子嘅。希望你到時咧，你留意下歌詞咧，諒解下父母對你嗰個情。
我知道过了很多时间，真的对不住大家，但是给一分钟我，我只要一分钟，这里呢，我想忍不住想替你父母讲几句公道话。第一，这个世上呢，当你是宝贝的人并不太多，间中有人叫你做baby，你听完之后可能有点毛管动，但是真正当你是宝贝呢，父母应该是其中两位。第二呢， 在人生的路上，可能你很想有些知己，他们可以随时给你有帮助，甚至为你两胁插刀赴汤蹈火都毫不计较。你知不知道你父母做了你的角色十几年？好了，他们要的是什么呢？要你做到圣经的这句说话，就是你去honor他，尊重他。其实你要做到这个不难，你只要做到跟他每件事有商有量，有谈有讲，父母是觉得很足够有得的了。多谢大家。